好啦，咁我哋已经开咗两个钟头四十分钟嘅会㗎啦。咁大家都已经去到最后嗰个关头，都已经冇乜嘢问㗎啦，都听到都谢晒啦已经。咁我必须要喺呢度呢，即係好多谢何沛谦主席呢今日嚟参加我哋呢个特别会议。虽然有啲委员对佢呢，即係第一个议程呢，佢仍然係即係坚不吐实啊，啲有啲人认为佢，但係就佢已经即係解答咗即係大家啲疑虑㗎啦。咁关于第二个议程、第三个议程呢，即係我想讲下呢，就係我自己做呢个事务委员会主席咁多年呢，即係同埋我过去即係对呢个广播事务都好熟悉㗎啦。咁我觉得何沛谦主席呢，即係无论佢做港管局主席或者而家通讯事务管理局主席呢，咁佢处理啲相关问题呢，都係比过去前任嗰啲主席呢，就係果断有力啊，同埋好英明。 OK， 呢个係我个人对佢评价，我未见过一个管理局主席做得好过何沛谦先生嘅。咁所以我必须喺呢度讲啦。咁如果冇其他嘅问题呢，我哋就宣布散会。多谢大家。多谢主席。